乔尼，我敢袂当甲你借一寡钱啊？哎呦，我想讲吼，要请较有名的律师啦，这歌星哦绝对袂当输。啊，若无我就会去坐监呢。你家己就有钱啊，你搁我借钱，你笑死人嘞！哇，啊你嘛知影，即摆新闻报道拢是演戏的代志啊。我住的所在吼，一寡无聊的网友公开啊。起码我们那无大个所在，连我的沙龙店都无法多经营啊嘞！我的钱是要去倒位来？哎，我伫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听着无啦？你卖吵啊！你若要住遮，我甲你讲啊，无代志啊，去甲厝拼拼来啊！哦，好啦，我会拼啦。不过我现在很累的，想要休息一下。卡卡走的啊！哦，臭娘哦！但我就已经稍微给你坐啊，你是觉得不欢喜什么啦？哪有啊？黄丽玲啊，你是不是头放屁啊？那才臭啊！我哪有放屁啊？你才放屁！你不是放屁，你是头放屎啊！哎呦，好、哦！你讲啥？啊，这是啥？就是你啊！你该看啊！哦，真的就臭的嘞！黄丽玲啊！你家己偷放屎在我的碰椅顶面，你唔知？你到底有问题啊？你头歹起来哦！哎，哪样？哪我家己放出来拢唔知影？啊，托尼，我身体到底有啥物问题啊？我哪有可能会唔知啊？但你即马知影，紧去处理啦！哦，拜托者。哦，唔卖提我衫啦！哦。啥物人食臭豆腐？吃不了，等下碰伊，无整理，嘛无甲伊收好好啊！你哪只太过啊？你是讲啥？我跟我讲唔对啊！你当作参照粪扫场共款的，我洗目睭吼，无看过你这太过的人啦！好啊，到这伤委屈啦，无等啊，你甲我死出去啦，出去啊！你明明就知影我无所在住，你搁甲我赶出去，你来遮尔无情啊！你若要住落来，你乖乖听话啦。啊，厝内底哦，无代志甲我拼拼的啦。啊，大大小小代志斗相共一下啦。还佫有啊，歹势吼，麻烦你陪我一座新的碰面，多谢。唉，明明就是你家己食臭豆腐，无食了囥在遮呢。我拢无叫你赔我苦的钱啊，是安怎你还叫我赔你碰伊的钱啊？好啊，哪里你这么无欢喜？到即马出去啊，即马就给我死出去啊！赶紧的。好好啦，你莫管我出去啦。啊，我以后我有钱哦，我才赔你啊。我巴肚枵啊，你苦啊，臭到要死啊，紧紧换换的。还佫有啊？较等出去，甲买只便当倒来我食。好。小姐，你物件好啊？好。敢有亲啊？你放心啦，阮的物件拢真新鲜。谁讲的？我顶边哦，甲你买小菜转去就臭酸安尼。你做生意哦，袂当这样无老实啦。无安尼啦，你今日算我较俗的。已经拢算啊足俗的啊。头家，你生意哪会当安尼做啦？我看你这的环境设备，敢若拢不合格。
我若是叫环保局的人来检查，你唔来乱开罚单，可能你店拢唔免开啊。小姐，无安尼啦，这物件送你吃啦，啊你嘛搞为难啊啦。好啦，既然你要送我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多谢呢，生意兴隆哦。你是看头家人多易好欺负，这关你什么关系啊？当然嘛有关系啊！哎，这间店哦开了才二三十年啊，厝边头尾拢学落家会得志啦，连阿妈嘛常常来这间店吃饭，干那你啦，嫌我无一块好，既然是安尼哦，无你就莫吃啊！谁啦？头家，这偌济？我买啦。唔免啦！哎，什么唔免啦？我无亲像一挂人啦，交面皮吼，想要吃霸王餐。头家啊，你开店吼，赚的是艰苦钱呢。若是有人存心要吃免钱的吼，迄个伤无良心嘛。无你是偌有良心嘛？至少我要付钱啊，无你提钱出来啊。我平常伫咧遮甲你啰嗦啦，你爱食哦，就摕去食。哎！吼！原来你敢若囡仔尔哦，安尼你嘛敢来哦？我看吼，你一开始就拍算要食免钱啊，袂见笑啦！你先讲啥？你搁唱腔啊？你愈嚣摆哦，我愈要讲啦。哼，参像你这个查某，唔那乌心肝啦，搁想要白吃白啉。我即马就去摕一个风扇头啦，甲厝边头尾讲哦，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啦、啊？